好，欢迎嚟到新嚟讲电影。嗱，呢个礼拜就《花月杀手》啊，香港、美国都系同步上嘅。我相信唯一一套大片啦。啊，咁啊，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吓。嗱，My Radio 嘅朋友大家好，SciFi 全面睇嘅朋友大家好，叱咤 Central 嘅朋友大家好啊。嗱，我身边仍然有阿 Mike，咁阿 Mike 寻晚咧百忙之中啊，都抽咗四粒钟啊，连埋揸车真系要四粒钟噶嘛，系咪啊？睇咗呢套《花月杀手》啊。嗱，我就第一時間上個禮拜就禮拜四第一場就睇咗噶啦，嚇！你個感覺係點啊？我知道阿咪你平時都好油，即係都會第一時間去走去睇啊，想睇嘅戲，但係呢套都好油油嚇，呢套我等咗幾日喎唔係呢嚇套我唔係首選嘅。嚇，呢套系你话去睇，OK？咁你话唔係首三个選定係半，唔係呢個呢禮个拜嘅首唔系選我，嚇？唔系我，直情唔系我首选，我冇谂住去睇嘅。咁嗯，然之后跟住你同我讲话，你当日即日已经睇咗呢套电影啦。咁跟住我就谂冇谂住睇嘅，因为我咧话，唉，啊，文艺片，即系佢系有啲凶杀嘅。咁但系我就冇谂住睇嘅，咁后嚟你问我又唔同啲嘅，因为我系阿 Martin Scorsese 嗰啲 fans 嚟噶嘛，啦，即系佢咁多套戏，我系冇 miss 过嘅，啊，我系啊哈，啊哈，自古世知嘅，啊。咁你嗰日问我，喂，你睇咗未啊？搵日讲啊，咁我就话，我仲同你讲话，咁啊，我睇就未必睇噶啦，不如我做咗功课先啦，我做完功课。我同你一齐讲咯，即系我睇下啲资料啊，剩嘅嘢。啊！我睇完但系资中料鬼之都后，睇咗啦。唔系我睇完资料之后咧，我觉得，咦，呢套嘢几得意喎！即系佢系嗱，首先第一样嘢，佢系一个美国真实嘅事件，系一个历史嚟嘅。第二样嘢，呢个系 FBI 第一件案嚟嘅，咁所以系有啲特别。咁我睇见，咦？1920几年成一立啊，九二几啊，年成立系嘅啊，吓，咁我咦几得意喎，跟住睇下，喂有啲兴趣喎，俾你搞到我唔睇唔得啦，咁所以琴晚就 即系嗯，放咗工之后，我睇6:30嗰场，开场就6:53，但系我睇完即系出字幕啦，我真系可以去厕所啦，系10:12，咁你谂下系几长套电影系好我嗰日都系，我嗰日都系差唔多，我系睇六点，夜晚六点嘅，但系好夜咁，喎，好多人睇，冇人去厕所喎，3个几钟冇人去厕所我啊，见到有一两个，因为真系你顶唔顺啊！你大佬系3:30，佢成套电影系3:26，比爱尔兰人仲要，不过佢好仲少要。少，少咗3分钟。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你有字幕噶嘛？咁你字幕嗰度10几分钟咧，所以我计埋条数，咦？咁其实系。大概字幕嗰度系大概10分钟，因为我睇表走人嘅，10:12嘅，咁所以我计到嘅，咁即系我你知我星期一做完嘢，你知我成日都好多时睇下戏系瞓着咗噶嘛，呢套我系冇瞓着，我亦都冇攞樽水入去饮，咁同埋不过我系有打喊路嘅。我有睇中，我有打喊路，但系我冇瞓着，即系成套呢套剧，犯罪剧情片咧，系令我吸引地想继续追落去啊！咁同埋呢个系一个，我都话系一个美国黑历史，即系，因为嗰度啲人系啲红番嚟噶嘛，啊，咁但系 serve 佢嘅人系白人。即系呢个系匪夷所思噶嘛，即系白人通常都系啲其他人去照顾佢啫嘛，去 serve 佢啫嘛。咁但系呢套系调翻转咯，啊，咁同埋成个即系佢点解会嗰度有石油，即系搵到有石油啊，之后发生咩事啊？咁嗰度系真系几吸引嘅，嗱，简啊。单嚟讲，呢 Ozaki 呢个部族，佢哋买咗嗰笪地咧，佢哋本来谂住。嗰族人喺嗰度安居乐业啦，系啲好荒凉嘅地啦，系嘛？咁佢哋买嗰阵时都唔知有石油，唔即系突知然之嘅，间唔知变咗嘅，暴发户，变咗土豪唔啊！知问系呢啊。个私人，问呢个私人啲嘅问题。嗱，呢个古仔发生喺奥克拉荷马州，你有冇去过奥克荷马？冇，我冇去过。冇啊。
我就有去过嘅，因为咁、啊、你知我沟埋喺边噶啦，就喺德州嘅以北啦、啊，德州以北其实德州以北系啦，德州以北咁啊，我嗰阵时住德州就我今时今日都仲有亲戚喺奥克拉荷马州住嘅吓，咁、啊、有时揸车上去，咁的确你揸车落去咧，揸车上去咧，个几钟头咁样一望无际，你系见唔到任何建筑物，全部都田啊、草地啊咁样。一条大直路咁样嘅，系就系咁荒芜嘅，今时今日都系咁嘅，啊咁样。咁当然咧，亦都有多唔多养牛啊？有养牛，有养羊，吓、啊、有啊。你直头嗰啲农场，你系去到，好似我哋喺香港买鸡咁样样。你指住嗰只牛，即系你嗰啲羊，唔系牛啊，嗰啲羊喺个草地嗰度行，喺个农场嗰度行。我要呢只羊咁，跟住佢劏俾你噶。系啊系啊系啊，啊咁样样嘅，生劏嘅。啊咁样样嘅，啊好新鲜嘅，新鲜、啊、真系新鲜、啊啊、不过你一家人就啃唔落嘅，要几家人一齐去 share 买一只羊咁样啦，吓咁样样，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开 party 咯，今时今日都系荒芜，系啊，今时今日都系荒芜嘅、啊，即系美国好多嗰啲中部嘅地方咧，就都仍然系咁噶啦，其实就系、是、沿途亦都有啲转游啦，今时今日亦都有转游嘅，吓、啊，即系你都仲继续有嘅，系仲继续有嘅，系啊。是啊，嗯嗯嗯，系啦，咁系啊，咁即系我觉得啊，呢、這、一个题材就好少人拍过啦，即、就、系、是、你等于嗱、啊，我唔知点解啊，荷里活电影咧通常都系即系好多时都系白人系衰人嚟嘅，或者个美国政府系衰人嚟嘅，咁啊，但系通常都系讲即系都系讲，如果你要政治正确，都系讲点样，即系点样啊。點樣即係踩啲黑人啊？點樣 abuse 啲黑人啊？黑奴啊？以前咁樣，但你講話土著即係紅番印第安人咧，就少嘅。我覺得呢個題材即係幾特別嘅嚇。同埋總括嚟講，我唔知點定位呢一套戲啊。嗱，你好似一個連環殺手案咁啊，但係其實我覺得頭嗰半 part 係愛情故事嚟嘅。我觉得啊，係一個但係佢一路喺度鋪緊嘅花膚式嘅愛情故事。唔係佢其實鋪排緊。佢一开始就铺排紧成个舞台，即系呢个地方系一个咩嘅地方？因为当其时美国1920年嘅时候咧，最有钱嘅人原来系一班红番，仲要喺嗰度嘅地方，即系呢个系好难想象喺嗰度嘅有钱人原来唔系一啲嘅白人，而服侍佢嗰啲 servant 咧。是白人，即係好多係嗰啲住喺屋企度 serve 佢哋嗰啲，原來係白人嚟嘅。係啊，咁同埋，幾有趣。同埋即係佢一開始就已經俾你睇到呢一個嘅舞台係一個點嘅地方嚇。咁、啊、仲有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最開始嗰陣係一班印第安人喺度進行一個儀式，就係、是、將嗰支 pipe 嗰個煙斗咧。是埋葬咗佢啊嘛，佢嗰度系示意就系话佢埋葬佢下一代，因为佢下一代同啲白人沟埋一齐咧，佢纯种佢嗰个文化，佢嗰个宗教系冇咗噶嘛，所以佢哋好伤心地进行一个仪式，就系葬咗佢。咁跟住成个古仔流程就开始啦，即系有啲通婚啊，叫做通婚啦，系咪？系，冇错，沟淡咗。咁而佢哋就再唔係真真正正嘅Osaki 嘅人啦，即係因為已經 mix 咗㗎啦嘛。咁而再一開始嗰陣，阿里安納道係坐緊火車去緊呢個地方，投靠緊阿羅伯特尼魯㗎嘛。投靠佢阿叔，佢阿叔。而佢喺火車上高落咗車之後，佢見到個景況就係一班穿金戴銀嘅印第安人暴发户，嗰班暴发户土豪，佢系睇到眼都突嘅，佢系好诧异，佢亦都即系一种好兴奋，莫名嘅兴奋嚟到呢个地方，哇咁富裕啊，即系容易揾到钱嘅地方，因为相比于阿李安纳道嗰个角色咧，阿 Ernest 咧，佢系即系佢系嗰时系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完兵翻嚟系一个落魄嘅军人啊嘛，吓，但系佢其实佢唔系一啲嘅前线嘅人员，原来佢系主送，佢一个曲嚟嘅，所以佢唔系即系真系
打仗嗰啲军人嚟嘅，啊，佢后勤啊，厨师嚟嘅，所以佢但系肯定就冇嘢捞，吓冇嘢捞，咁佢你打完仗咁咪翻嚟咯。佢坐连坐低啊，个 uncle 问佢，你冇嘢嘛？你有冇嗰啲病征啊？嗰啲咁嘅嘢啊？即系惊佢有啊，传染啊。佢话哦，冇啊，冇啊，冇啊。佢一路食饭，一路招待佢，仲喺度问佢。咁佢仲问佢，你中唔中意女人啊？李安纳度话，哦，呢个系我弱点嚟噶。咁呢、這个嗱呢句说话咧，先记低佢先，我突然间有嘢讲。咁就佢。咁佢就话啊，不如你去去揸车啦咁。咁后屘佢真係揸车。咁而后嚟佢亦都系结识咗嗰个女主角。即係后屘成为佢老婆嗰个 Molly。咁跟住开始就接载佢。而呢班即係暴发户呢，因为佢暴发咁有钱就要洗㗎啦嘛。但是很奇怪、哦、当其时呢这班暴发户的钱呢他们不可以直接管理的、哦。他要找一个白人去管理这笔钱的、哦。即是怕他们乱咁洗钱啊乱咁投资啊那就将即是一定即是整个 child, 即是每一个家族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管理人是帮他管理钱。他们用的钱是要问这个管理人去拿的。佢咪即係好似阿邊個嗰啲囉，即係好似梅艷芳嗰個家產、類似啦，類似啦，有個信託委員會囉，Britney Spears 即係佢阿爸一樣做緊同一個動作，嗯，咁嗰啲錢控制權就喺班白人手上，就唔喺佢哋手上，雖然啲錢係佢嚇，但係唔係隨隨便便可以動用啲錢，咁但係呢班白人呢就不停候住佢哋啲錢。投住佢哋嗰啲油田，所以至导致到有呢个谋杀案。而阿 Robert De Niro 佢嗰、那个角色咧，系一个识得讲佢哋语言，仲要有个 title 话系 Osaki 嘅 friend 嚟嘅，即系同佢哋好熟嘅，亦都帮佢哋好多嘅。喺嗰个区系 contribute 好多嘅嘢，而佢系做一个木。场嘅主人系卖牛嘅啫，即系一个有钱佬嚟嘅，但系同呢班印第安人咧系一个良好嘅关系，所以呢班印第安人咧系非常之信任佢嘅。即系简单嚟讲，呢、這个角色就系一个桥梁嚟嘅，其实系你可以咁讲。咁、但系我有谂到，即系我头先喺度谂咧，有另一个问题。咦，咁既然啲钱，因为一个油田拥有权。是那些印第安人的嘛。咁但是你卖了那些油呢咁你的钱咁为什么要找啲白人来到去监管呢即是即是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咯你的钱你喜意怎样都得㗎你抢银行又得你投资又得是不是咁为什么要找人去托管佢呢要洗钱嗰阵就问佢呢我估可能是因为不是白人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是那个族裔的人就变成有些中立的角色。其实是即是好像即是好像。但是这个法例来的、哦。是不是是一个法例来的不是、不是说哦我现在有钱啊、哦、我找个人帮我去管不是的。是法例规定一定要有人帮他去管理这笔钱而管理这笔钱的人一定要是白人。一定要是白人。OK， 啊，点解咧？点解有呢条法例咧？后屘我卒之谂到，第一，你成为咗全国最有钱嘅人；第二，你有钱，如果你买军火，拥兵自重，咁你美国政府咪好大镬？你明我意思嘛？嗱，同香港嘅朋友讲一讲先，今时今日嘅美国咧，好多嗰啲 tribe 嗰啲部族啊，嗰啲印第安部族咧。仍然是自治区嚟噶，好多吓，咁啊呢、這个包括我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嘅大峡谷啊里边嗰啲咧吓，佢、哋仍然都拥有佢哋嘅自治，拥有同埋拥有佢哋某啲嘅特权嘅吓。系啊，你继续咁、所以我喺度谂到话，点解佢要揾人睇住嗰啲钱？因为如果佢哋乱用啲钱咧，暗地里佢真系可以买军火噶。嗯哼。
即系喺美国嚟讲，你有钱，你买军火，班军火商系一定会卖俾你。咁所以我喺度谂就系话，点解要揾人睇住？第二，你咁大笔钱，你即系你系即系心不甘就情不愿。既然系咁，我唔可以抢你笪地，咁我不如揾人按住你啲钱，慢慢 cap 你啲水，阉干佢，系啦，系啦。咁我相信当其时，其实真正嘅目的就系咁样样。咁所以点解啊 Robert De Niro 佢角色叫做 William 啊嘛，或者叫阿 King 啊嘛 ，William Hell。咁佢就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好似香港嗰几百亿储备咁。啊，你继续吓。咁所以点解迟早被阴干？啊，系啊，迟早被阴干。咁所以点解佢个角色系做一个大好人，但系暗地里，因为佢知道个游戏规则啊嘛。那个油田系属于佢哋嗰族人嘅，某几个美国嘅大嘅，咁而佢哋好多时都系生女喎，所以点解嗰啲即系佢哋揾到佢哋嘅弱点？哇！而家有啲白人靓仔啊，小鲜肉、啊，咁就将啲小鲜肉咧就嫁去俾佢哋啊嘛。咁希望就系可以即系分一杯羹。即系佢如果佢生个仔，咪分一杯羹。但系佢哋嘅谂法唔系咁样去分一杯羹。佢系喺冇细路仔嘅情况底下，用各种唔同嘅手法，无论行食好、落毒好、意外好，系将嗰啲配偶成继啊，配偶成系啦，将佢嘅配偶、啊、印第安嘅配偶杀死，嚟代掠夺。咁但是他这个家族 Molly, 即是这个女主角的家族呢，都是一个大家族来的嘛。在这个情况他们还帮他是这样买保险。是啊，还要买保险、啊。还要买人寿保险、啊。还要买保险、啊、死了还要赔给他，即是还有一嚿钱、啊啊。所以 其实根本就是。承继家产之余还有保险。还有保险。是 啊， 啊所以。所以我在咪后我都讲啦，我昨天看完个评价就是，冇一个是无辜的，冇一个人是无辜的。嗯，喺套戏里头，冇一个人是无辜的。你呢班人各怀鬼胎，各怀鬼胎就是想食咗佢哋。咁同埋咧，佢哋同埋咧呢班印第安人嘅女仔咧，佢哋。三图靓仔啊！你记唔记得有一幕咧？佢哋咪喺度嗰阵时李安纳度未同佢真系拍拖，未同个女主角拍拖，而嗰个女主角嗰啲妹啊，就喺度倾紧偈。其中有一个妹咧，其实你已经见到佢已经系中咗毒噶啦，只眼黑黑地，好似病紧嘅。而佢老公系一个白人，好大只噶嘛，那个妹，好大只嗰、那个。咁然之后佢哋喺度用咩嚟去形容呢班人啊？佢话哦，李安纳豆就一条蛇。咁、那个女主角就话唔系，佢似一个 coyote。咁然之后佢喺度讲，因为佢哋用土话讲，即系豺狼啊，即系豺狼。咁、啊、然之后佢哋喺度讲，就话哦，阿妹你老公啊，似咩？咪似一只白兔咯，咁样样。咁、但系即系佢哋用蛇啊，用 coyote 嚟到去形容，佢哋唔系一种 negative 嘅意思嚟嘅，只系纯粹系但系即系形容啲男人嘅动物，男人系佢哋嘅附属品，附属品系冇错。系啦，咁但系你睇到佢哋其实系豺狼嘢，即系豺狼嘅野心嚟噶嘛？嗯哼，咁。如果他们不是揀了他就不会有披着羊皮的狼啊。是啊。如果不是揀了他们即是跟他们结婚或者是做男女朋友，那你是不会有这些事发生的嘛。嗯、你明白我意思吗？是啦、啊。即是他偷探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他埋葬那个烟斗的时候呢就讲了这样东西嘛。而已经是给观众有一个的概念，就是说他们下一代会被荼毒、被侵占、被抹杀啊嘛，其实嗰一场就系用呢种咁嘅形式，所以佢个进行一个葬礼嘛。
但系你嗰度咪冇人死嘅、嗯，只不过哦，我下一代唔会再有啦咁样样，咁嘅意思。咁而喺呢一幕当中，其实已经系话俾我哋听，佢哋都有责任。嗯，如果佢唔系贪图佢哋嘅靓仔咧，佢哋系唔会有逐个逐个咁死嘅。同埋仲有一个，头先我咪嗰个女仔，即系黑眼圈嗰个女仔，即系已经中咗毒嗰个咧，佢死咗之后咧。个男嘅咧系娶咗佢个妹，即系佢另外个妹。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喂，你有脑都谂一谂啊！后来先发现，即系嗰个 FBI 啊，系咪啊 Jesse Plemons 后来发现吓、啊，原来佢哋共侍一夫噶，咁样即系咁样样。唔、啊、系，当然唔同，系啦，唔同时空啦吓。当然唔系真系共侍一夫啦、啊，只不过系、啊、哦个妹死咗，咁啊个妹。中意佢就系啦，就嫁咗俾呢个姐夫，嗯，姐夫妹夫 whatever， 我都唔知佢究竟系大家姐吓妹啊咁样，个个都唔。anyway 就所以就变咗系，即系佢哋冇一个 alert 喺度咯。嗯嗯，啊，其实佢哋啲土著都比较 naive， 即系呢套戏讲到佢哋啊吓，系冇戒心啊吓吓。咁、啊、其实佢哋只不过就系话。我哋而家有财富，我哋系享乐啫嘛。但系佢冇谂过系招来杀身之祸啊嘛。然之后另外一个转捩点就系、是，因为之前佢有好多幕咧系好短嘅啫。佢哋嘅族人系点样死嘅？开枪俾人打死。有啲造成好似意外车祸系嘛？乜都有。有啲系自杀死。自杀啊！咪有一幕咧，个女推住架 B B 车，即系出嚟啊，睇下个 B B， 然之后喺屋里边个窗口伸咗支枪出嚟打死，而嗰、那个 B B 都俾人抱埋啊，而嗰个系佢老公嚟嘅，啊，哦系啊，即系你喺同一间屋度走出嚟，个女人走出嚟，然之后个老公喺窗口开枪抱埋个 B B 出嚟，抱咗个 B B 走咗，因为点解要抱个 B B 咧？因为如果你 BB 仲喺度，个遗产就会转咗落个 BB 度噶嘛。嗯，所以你 BB 一定要死，即系佢捧手个 BB。哦，呢个信呢个又冇话到个 BB 会死，即系佢你就算个 BB 个你唔可以喺电银幕度杀个 BB 噶嘛？你明唔明我先？你个遗产会去咗 BB 度嘅，唔系个遗产会去咗老公度嘅。正常情况，今时今日嘅正常情况都系唔会喺 B B 度嘅，因为个老公未死啊嘛，个老公未死。但系你都要，啊、即系老公就系托管啫嘛，嗯，老公系托管嘅啫，所以你个细路 eventually 都要死嘅。如果唔系，佢长大咗，你系咪要俾佢？唔系，你遗产梗，你冇立遗嘱嘅情况之下，你个遗产梗系俾配偶先噶啦，边度到仔女噶？唔系。呢个谂多咗少，谂多咗少少，因为佢冇讲到，佢冇讲到杀个 B B， 即系因为佢另外有一个咧，另外有一啊嗰、那个之后再讲啦。咁就佢系用好短嘅时间，用好多个幕，即系死法系话俾你听，呢一座族人已经系不停地减少，有唔同嘅死法，其实死嘅人数系已经好多噶啦。但是整件事最是就在阿摩尼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大族，他拥有很多的田，甚至乎他阿妈。是不是因为这单案所以才要成立 FBI， 还是有 FBI 的第一单案？其实是那个次序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本身是 Ranger 来的嘛，他不是属于个 Barrel 的嘛。后来跟住就我相信是因为这件事所以成立一个小组。而那个就改了个名叫什么 Burrow 这样样的。就后来就演化成为今天的 FBI 了。那个即那里是很震撼的，即是你不停给你看啲人是怎样被人杀，还要他影张那个幕呢是好像啲报纸影嗰张相啊，系令你有嗰个震撼啊！佢影嗰啲相嗰啲角度咧，系真系好似真实啲报纸，唔系报纸啊，报纸咁样样嗰张
想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嗯，OK OK。咁嗰度係對我嚟講係有啲震撼嘅，不停係咁有唔同嘅人喺唔同嘅情況底下俾人謀殺咗，而冇人查，而冇人查，證據亦都慢慢消失，所以至造成咗佢哋個恐懼啊嘛。而個轉捩點就喺 Anna 身上，因為 Anna 係俾人爆頭噶嘛，嚇、啊，即係阿 Molly 個妹啊，俾人爆頭噶嘛。所以導致到他們的恐慌性，然之後至集埋一班人走去華盛頓，即係 Washington DC， 即係去見總統啊嘛。但係個總統 hea 佢哋喎，個總統係 hea 佢哋啊。嗯哼，個總統係冇興趣嘅。咁但係總統亦都唔會做到啲咩㗎。咁佢咪你有怨恨啊？咁我相信當其時，即係你唔可以唔理，因為呢班係全國嘅有錢人。吓、啊，最有钱嘅人，你咁都唔理，咁你其他人咪唔使理，咁所以佢至成立咗呢个部门，同埋仲有一样嘢，因为你知美国系好多个州份噶嘛，咁而当其时冇一个law enforcement 系统合咗噶嘛，咁而正正喺其实但系 FBI 就系统合咗咯 ，FBI 就系联邦，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啊嘛，因为喺你 Oklahoma 系一个大州嚟噶嘛，系个州嚟噶嘛。咁你唔係大州，係不過係一個州係啦，係一個州嚟噶嘛。咁佢一個灘嚟嘅啫嘛。而灘發生嘅事，州政府唔理，所以成件事啊，佢係打通曬嘅，上上下下所有人，包括州長，根本就知道曬嘅，有事有係因為佢哋嘅，佢哋有一分，佢哋諗住就係點樣樣喺佢哋手上搶咗佢過嚟啊嘛。正你。怎样抢他过来就要灭他族嘛，你灭他族嘛，所以为什么开头那个烟斗撞那个意义是多么大，就是说你们是会被他们灭了族的，虽然不是打仗这样杀了你，但是慢慢慢慢侵蚀你，侵蚀到你真的全部灭亡，他们就是因为候住他不由天嘛。其实几方面咁侵蚀啦，你而家都讲到几点啦，吓文化痛分文化，痛分文化，系啊。二就系呢、這个即系花月杀手啦，正如贴题啦，即系呢个连环嘅凶杀案，连环凶杀案承继家产吓，系咪啊？三就系再买埋保险吓、啊，要攞埋个保金吓，咁、啊、样、啊、慢慢沟淡加灭绝啊，吓沟淡加灭绝。即基本上嚟讲，你如果通婚过咗吓、啊、几廿年之后，基本上你个族已经冇咗，但系佢哋等唔住噶啦，佢哋要杀埋佢哋，等唔住喎，吓系啊，系 啊，嚟到咁样啦，所以佢阿妈其实系睇到嘅，佢阿妈病紧嘅，佢阿妈都系俾人落毒噶，系啊，佢阿妈俾人落毒，而佢阿妈临死之前同佢讲，同阿 Molly 即系个女主角讲咧，佢话如果你见到只猫头鹰咧。即是说你很快会死的了。啊、这些是不是他那些是抱住那些信仰来的迷信来的。我相信是、啊。我相信是。所以后来阿 Molly 他被人落毒呢，他是见 我们观众是看到有只猫头鹰、入了来嘛。所以他其实他知道就来死了。他病入膏肓他就来死了。同埋佢知道係佢俾人落毒嘅。嗱、啊，咁我去到呢度，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呢個喺網上都好多人討論。李安納度嗰個角色係中定奸嘅？其實你覺得，你個人覺得，佢其實係奸。因為而家去到講到落毒啦嘛，即係講緊阿 Molly 嚇有糖尿病。哇！我就估唔到1920几年已經發明咗胰島素呢樣嘢喎。嚇、啊！佢仲要話係胰島素落毒啊嘛。只有胰島素落毒個人係買得起嘅、啊、胰島素喎、啊。全国只有五个人，而摩尼系其中之一。同埋佢讲到明，即系嗰字里行间，佢讲到明，糖尿病系绝症嚟嘅，即系当年嚟讲啊。你冇解药，冇得医嘅，死硬嘅，系 啊。所以发明咗胰岛素啊。所以即系佢阿摩尼拒绝打咧，就惊住已经惊住俾人落毒噶啦。其实佢初初拒绝打，又拒绝医生嚟，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因为是阿边个提议叫佢打噶嘛，
佢说服咗佢打嘛，所以佢至会去打胰岛素嘛。但系佢因为太多事情发生，佢惊人俾人落毒，所以至赶走啲医生，就叫就阿边个阿，其实李安立部系心虚嘅。喂，大佬，因为佢因为佢嗰阵时身边太多人死咗，太多人离奇地死啊，吓佢惊啊，佢甚至乎系即系。佢係驚嗰啲醫生，所以至叫話留低啲藥。但李安納度就喺度慌，所以咪同佢嗌一場大交。最後佢俾佢說服咗，就繼續俾佢即係繼續打。但係就李安納度幫佢打針啊嘛。係係。同埋亦都喺李安納度，佢自己仲要喺啲胰島素度落藥添。嗯，佢咪有好幾個場戲都係咁自己喺度落。有一場直情，直情落埋落杯酒度，佢自己飲。饮到佢温温下啊！咁同埋一开头嗰阵未结婚嗰阵咧，佢你记唔记得佢就去打劫啊？嗱，班友仔去打劫。我意思就系话李安立道佢嗰个系咪一个即系、就是、自己即系佢个角色？有人讲话佢个角色好难演啦、啊，因为系忠同奸之间，因为佢自己系本身系一个奸人，但系又过唔到自己个心魔，类似咁样。佢唔系无辜，佢唔系无辜啊！佢因为佢知道晒所有嘢，佢知道晒 uncle 成盘嘅计划噶嘛。但你觉得佢系过唔到自己个心魔，定系嗱，定系自己牛底咧？其实嗱，我头先一开始嗰阵咧，咪同你讲嘅，佢 uncle 问佢啊嘛，你中唔中意女人啊？然之后佢讲咩？女人佢弱点啊嘛。呢个系我弱点。嗱，呢度就系一个弱点啦，因为佢真系中意咗 Molly， 佢冇谂住杀 Molly， 佢冇谂住杀。第二，咗真情。因为同佢系有咗个 B B， 嗯，系有咗个 B B， 但我嗱佢仲有两个 B B， 即系有两个细路啊，嗰两个细路我唔知道系咪佢，定系佢前夫嘅，咁但系佢系有呢个细路呢个女啊，佢好锡呢个女噶嘛，佢真系中意 Molly 噶嘛，佢后来先讲佢个族裔就系嗰啲女仔十五岁就要嫁噶啦嘛，咁佢前夫嗰个系咩青梅竹马啊嘛，类似咁样样，咁应该系啦。佢系真系中意佢，所以点解佢嗱佢话呢个系我嘅弱点嚟嘅，嗱呢度就正正就系佢嘅弱点，嗯，后嚟俾人拉咗，佢本来系指证罗伯迪尼路噶嘛，但系后屘罗伯迪尼路佢咪喺法庭嗰度咧就话喂。这个 client 未曾见过律师、哦、不公平、哦、你要给我见一见我的 client、哦、那个律师是什么 Brandon Fraser Brandon Fraser 哇我都很 Brandon Fraser 我很 surprise 我很 surprise 咦应该他是他来的因为个法庭戏做得好是那场法庭戏那场 是很大声、是令到他可以见到他的 client 在 FBI 手上拿回李安納道，然之后，说服佢唔好指证，说服佢唔好指证，指证阿叔啊。咁佢话唔指证，咁你就系犯人啦、因为本来就系个刁嚟噶嘛，你指证佢，咁我就可能减你。即系简单，李安納道嗰个就变咗污点证人，本来就系吓金手指，冇错，系 Thank you。佢就系、是、佢就翻个督翻个主谋出嚟佢就系污点证人，但系因为佢个女死咗。佢个女死，我唔知道系俾人谋杀啊，定系真系自然死。但系对佢嘅打击好大，生无可恋啊！真系面对到，即面对佢自己嘅所犯落嚟嘅罪孽啊！所以佢到最后反翻转头指证翻佢 uncle 啊嘛，即系指证。嗱呢个我谂嘅，呢个我谂嘅，可能佢个女死咗咧，佢觉得系报应啊。跟住自己良心發現，自己良心發現。因為我唔知道緊邊個做佢嘅，所以我唔知道，所以佢的而且確佢嘅弱點真係女人，佢冇講大話，所以一開頭呢對對呢、這個對白啊，即係佢哋呢個 conversation 呢個對白啊，就係、是、已經話俾你聽，佢嘅弱點就係女人，所以到最後、就係因為女人而令到李安納道指證羅伯迪尼路啫嘛。咁至入到去啫嘛？你一开始嘅时候，佢讲话女人系佢弱点咧。嗱，你以为佢系因为好风流啦，
女人啊 ，women 啊，但系其实唔系、哦，系 the woman，系、哦、嗰个女人系佢嘅弱点。系啊，咁啊，所以其实你动咗真情、哦，你个编剧写嗰阵咧，其实呢对 conversation 已经种下咗有一个种子喺度啊。所以即系令到阿罗伯蒂尼路咧系翻唔到身，入咗佢罪，因为佢系一个重要嘅证人嚟噶嘛，重要嘅证人嚟噶嘛。咁冇咗污点证人，佢咪甩身咯？吓、啊，咁所以即系千方百计都要说服佢，等但系李安纳豆自己认晒所有嘅嘢，然之后佢可以甩身啊嘛。同埋佢认为佢自己可以甩到身啊，佢同班族人系非常之友好，佢同政要友好，佢同社区友好，佢投资咗好多钱，佢捐咗好多钱。佢做好多善事，佢甚至乎啊捉嗰个凶手嗰阵咧，佢话我额外攞多$1,000出嚟，冤枉，冤枉，系。咁嗰班印第安人仲要多谢佢添，但系我哋观众系知道佢系一个点嘅人嚟噶嘛，佢系真系个 big boss 嚟噶嘛，咁所以佢做到系好好，即系系一个好正派嘅人。但系原来暗地里系做咁多作奸犯科嘅嘢啊，咁所以阿罗伯特尼罗真系做得好好咯。咁另外咧就系、是、佢行上楼梯嗰阵咧，我系咪后头同你讲过嘅？佢行上楼梯就话即系佢自一手去个 barrel 嗰阵，佢行上楼梯，佢话。我是无辜的，就好像刚刚出世的 BB 一样。这句说话就 catch 到我。为什么我看完戏我写段 comment 的时候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因为上上下下甚至乎连那个神父啊我都觉得他有份在里头参与。有钱分有钱。有份参与。你李安纳度佢俾人拉咗而第一堂嗰个辩方律师话要见一见佢嗰阵，入到间房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全部啊，哎呀你唔好咁样对待你嘅 uncle 啦，然之后跟住个律师同佢讲话，你俾人。你俾人拘留嗰阵啊，俾人虐待啊！佢问佢有冇虐待过你啊 ？Well， 唔俾我瞓觉啊，即系企喺度啊嗰啲咁嘅。你俾人打啊，你俾人虐待啊！佢帮佢洗脑啊！即系你佢话政府系衰嘅，呢班联邦政府嘅人系衰人嚟嘅啊！佢黑警嚟嘅，打你嘅，所以你一定要企硬呢一点，而喺个法庭度同个法官讲，然之后跟住你至可以帮你嘅 uncle， 帮你自己屈打成招，系啦，你至可以甩到身。个律师咁样讲，喺嗰班人大庭广众咁样讲，咁你话教唆妨碍司法公正吓、啊。咁你话啦，嗰班人系咪同流合污嘅人嚟嘅？同埋佢哋对待嗰啲印第安人系咩人咧？咁曾经咪有一个初咪车佢嗰个男人嘅，其实就系嗰个女主角个前夫嚟噶嘛？系啊系啊，后来先知啦吓，后来先知啊嘛。啊，佢因为后嚟结咗婚，但系咧个老婆咧好似俾个 butcher 俾个。豬肉佬咧偷搞佢咪後屘癲咗，咪走去打嗰個豬肉佬嘅，又問啊羅伯特攞錢啊嘛，跟住發曬酒癲啊嘛，然之後佢老婆話咩？你係一個 savage 嚟嘅，係一個野蠻人嚟，所以對佢哋嚟講，雖然表面上同佢做緊朋友，但係實情佢話俾你聽，喺佢哋心中，喺佢哋眼中。他们是一班 savage，
有钱嘅 Savage， 我点样可以喺佢身上呃到钱，攞到着数嘅一班 Savage？ 即系暴发户咯，喺我哋今时今日咁讲，其实就系我哋就会用暴发用暴发户咯。咁但系对佢嚟眼中，呢班系一班野蛮人，有钱嘅野蛮人，暴发户，即系点样宰割系唔紧要，只要我攞到佢嘅钱。就得噶啦，吓、啊、咁所以佢所以点解我话即系佢 click 到我就系话成班人冇一个系无辜嘅，甚至乎你 Molly 啊，佢哋嗰族人都系噶，你贪图靓仔唔系系嘛，嗯啊，即系你即系喺我哋眼中啊，佢好似条蛇喎，啊佢好似 Coyote 啊，喂大佬喺我哋心目中 Coyote 蛇系一啲。妖物嚟噶嘛，即系一啲恶嘅嘢嚟噶嘛。佢、用呢啲嚟形容佢，即系你明知你仲要俾佢沟，仲要嫁俾佢，系咪？阿 Molly 佢打针越打越衰，即系喺我哋今时今日嘅角度，你越嚟越衰，打是不是不 打到数啊，打完到数啊，即系你系越嚟越坏嘅情况底下。你梗系 stop 咗唔打嗰只药噶啦，但系佢仲继续打、啊，系咪？咁呢个就系愚蠢咯、啊，咁、啊、你呢、這个系其实有啲爱是麻木的，其实有少少系咁嘅，佢自己都代入咗个咩噶啦，啊，咁即系呢套片咧，系我都话系尽显人性嘅丑恶咯。人性嘅丑恶咯，啊，即系你，即系嗰个系的，而且确系美国曾经发生过嘅黑历史，啊，咁但系正正，即系呢一样嘢系令到嗰个司法制度向前行一大步，你只有呢个 FBI 嘅成立系跨境执法，当如果喺嗰个州嘅人系被即系。under table 啊，包庇某啲人啊，而佢哋可以跨境執法，而令到個法例係更加健全咯，即係有人執行法律咯，唔係話你睇下，連甚至乎啊，阿羅伯迪尼魯啊，去到嗰個 sheriff 咧投案嗰陣咧，佢話：，喂、哎，我嚟自首噶，嚇、啊、嚟自首，哎、你真係識講笑啦。跟然之後，佢個手下以為佢玩嘢。佢手下咪攞个 handcuff 嚟 cuff 佢嘅，哎唔使啦，唔使啦，就咁你坐低，饮杯茶食个包先咁啊，咁样样喎，即系成班人系有咩？同埋咧死咗咁多单案，佢哋可以乜都唔做，乜都唔查。咁你即系佢唔系唔查，佢即系话全部都系意外咯，意外自杀，早早结案咯吓，意外自杀，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佢揾咗啲殺手嚟殺啊嘛，但系嗰啲殺手咧豬隊友嚟啊嘛，流到佢同佢講佢話：嗱、啊，你殺啊 Molly 個前夫嗰陣啊，唔好後邊開槍，記得喺前邊啊，喺前邊啊，唔好喺後邊啊。咁條傻仔，嗰條傻仔喺後邊開槍，後邊開槍點樣構成自殺咧？係咪？咪就係咯。所以咪佢因為佢點解？因為佢買咗個保險，那個保險係唔可以係咩噶嘛？但係我相信後嚟佢係偽造假證供，即係偽造假證據嚟到去騙取保險金咯。啊咁所以真係冇一個係 innocent 嚟嘅，冇一個無辜啊。咁、啊、但係呢套電影。亦都为一啲嘅印第安人平反咯，嗯，即系唔系净系黑人会备受歧视，原来喺即系上个世纪啊二十年代啊，就算一班有钱嘅红番都俾人歧视啊，我唔知道算唔算歧视咯，啊，即系佢哋处心积虑就系要喺佢哋身上攞着数咯。嗯啊，即系所谓打工，仲有一幕咧，嗰、那个 car salesman 咧卖车嗰人咧，系直情跪喺地下噶嘛，
嗰、那个系即系你唔会谂到吓，嗰、那个白人 salesman 会跪喺地下，翳佢哋去买部车咁搞笑啊！咁但系到最后咧，李安纳度咧系即系讲晒成件事，即系个供晒出嚟，系边个系主谋啊，做过啲乜嘢啊？即系佢系供晒出嚟，然之后我系估唔到系就咁 stop 咗，即系我初初谂住就系话，咦？你三分之一嘅时间系铺紧嘢，三分之二就开始喺度即系开始搞啊 Molly 佢哋一家噶啦。咁然之后三分最嬲尾嗰三分之一咧 ，FBI 嗰班人嚟咗就调查，甚至乎去到上法庭。我谂住佢系会有更加多嘅法庭戏，你谂住独自大状咁啊？唔系，因为你嗱，你谂下。边个啊？阿 Fisher， 佢一出嚟大声讲，我要同我客人吓客串嘅佢，系啊，佢客串。咁佢一出嚟就话，我要见我要同我客人见面。喂，系好有气势噶嘛？所以嗰阵时已经，我心谂，咦，有戏喎、啊？咦，会唔会喺法庭度有嘢睇咧？但我估唔到，佢做完正功，跟住就 stop 咗啦。然之后跟住少少嘅 open ending， 等你自己联想下啦，或者啲嘢。可能系，但系有可能系导演只系纯粹，又或者其实有拍到嘅，可能嗰个 director cut 会有唔同嘅结局。我唔知道，但系佢用，但系咁睇，佢有另外一个手法，就系话。我想咦，点解突然之间去咗个舞台，有啲人喺度演奏，跟住原来系一个广播剧，然之后广播剧啲人就扮演阿罗伯地奴个角色、李安纳度个角色、个女主角个角色去讲啲嘢。呢个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ending 嚟嘅，系啊，有啲配音，直情系一个收音机嘅广播剧、哦，嚟到去做一个结尾、哦。跟住到即系佢哋佢即系每个人嘅结局啊！李安纳度同阿罗伯地奴系坐监嘅，本来系终身监禁嘅，但系后嚟系假释放咗出嚟噶嘛？咁喺嗰个广播剧系有讲翻出嚟，话佢哋去咗边度，喺边度住，甚至乎系点样死嘅，点样死嘅？阿李安纳度，佢好似系喺 Arizona 死噶嘛？Arizona 咧就喺奥克拉荷马州嘅西边。睇先啦，唔系西边，睇东边喺隔篱嘅，因为我嗰阵时 road trip 咧去过嘅。唔系 ，sorry， 我搞错咗。唔系 Arizona， 死喺Arizona 嗰个咧。是啊，阿罗伯尼路 ，OK， 1947年，唔系1947年，1962年啊，1962年死嘅，吓、啊，咁佢哇咁长命啊，差于一九，系啊，佢话佢一九六佢二几年嗰时好老噶咯，跟住再加多40年、啊，唔知啊，吓、啊，咁、啊，佢1962年死嘅，死喺亚利桑那嘅，啊。咁啊边个后屘佢好似係留返喺度嘅。即係佢假释出咗嚟之后就咩啦。咁但係佢冇讲话佢点解会假释出到嚟囉。佢呢度冇讲，佢只係话佢1947年假释出咗嚟，然之后跟住佢嘅晚年系点，喺边度死。啊、即係佢喺嗰个广播劇度有讲佢哋嗰个结局嘅。通常我哋睇呢啲犯罪片呢，佢咪打啲字出嚟，哒哒哒哒哒咁嘅。你通你嗰啲美国呢度咧，你通常系虽然终身监禁啫嘛，但系你几多年之后行为良好，可以考虑 parole 噶嘛，可以假释噶嘛。OK， 咁啊咁啊系啊，呢个咩 minimum 要坐25年，咁跟住就可以假释，就睇下你行为啦，就要复核啦，咁样样噶嘛。美国呢边系咁。明白。OK， 咁。咁
然之后我是好 surprise 个导演马田史高西斯是出咗嚟喺个台上高。系佢读嗰篇嘢。系佢客串呢、这个又系另一个彩蛋嘅。唔系佢呢个系对佢哋一个嘅 respect, 一个尊重嚟嘅、嗯。即系佢出嚟讲话 Molly, 即系后嚟系点死嘅。1937年佢。朗诵出嚟。系朗诵出嚟。啊佢系病死嘅。而佢同阿 Ernest, 即系同阿李安纳杜系离咗婚嘅。啊离咗婚嘅。咁跟住跟係當年離咗婚嘅，然之後佢撞同佢屋企人撞埋一齊嘅，咁就完咗噶啦。而跟住再出嚟嗰一幕就係最撚尾嗰幕咧，係由頂影落去下低，嗰啲印第安人喺度跳舞。咁其實嗰度啊，我諗咦點解佢影佢跳舞咧？後屘我諗到。个原因是因为初开头佢撞咗嗰个烟斗，但是今时今日呢班族人都仲仍然喺度，仲仍然是用佢哋传统文化去承传落去，承传落去啊！即系话佢哋冇灭亡到，佢哋今时今日都仲喺度，每年都仲有呢个庆典。去保留翻佢哋原有嘅文化，即系佢哋嗰条根仲喺度，咁就完咗成套戏啦。即系话俾你听，冇被灭族啦，吓冇被灭族。咁如果唔系 FBI 嘅介入，我相信佢哋真系俾人灭咗族嘅。系啊，因为你嗰啲土豪，再加埋吓土官，系咪啊？咁你即系呢个官官相卫系嘛，一担担嘅。所以呢套呢、這个小说喺2017年嗰阵，嗰、那个 title 系《花月杀手：美国连续谋杀案与 FBI 的崛起》。佢其实系讲紧主要两个事情， FBI、就系、是、当其时发生紧咩事。即系点解有咁多人死？而当因为喺冇法律唔健全嘅情况底下，人系容易犯罪噶嘛。所以你睇见 cowboy 都系噶，一个 sheriff， 你唔系一个健全嘅法治嚟噶嘛。所以佢哋要陀枪。你今时今日你喺德州啊，好多呢地方都系陀枪噶。点解？你因为你自卫啊嘛，保护唔到你噶嘛。系啊。啊，咁所以佢哋要陀槍就係咁解。咁而 FBI 崛起係因為如果嗰個州政府裏頭有人知法犯法咧，你邊個可以駕馭到佢哋？駕馭到佢哋啊！所以至成立 FBI 呢個嘅機構。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美國。一个黑历史，但系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历史，所以本小说因为的 title 是这样写的，因为其实当年嗰个贪污太紧要啦，可以咁讲。你 FBI 系直接同呢个联邦华盛顿，冇错，嗰度 report 噶嘛，吓，冇错，即系差唔多好似点讲咧？如果要比对嘅，即系当年好似要成立廉政公署，直接去吓同英女王汇报咁样样啊嘛，其实系啦，类似嗰啲嘢啦。咁所以呢套电影即係点解会引到我入场就係咁嘅原因。即係如果你唔係同我讲话要讲啊，我做功课，我做完功课睇下咦几好睇喎、啊、好似几得意、啊。嗱呢套电影我觉得係咁嘅。我觉得係咁嘅。马田史高西斯已经八十几岁啦。咁佢係唔係最好嘅作品，我觉得唔係。但係三个半钟头如而佢唔係玩弄嗰種好似嗱，你所以睇《花月殺手》喎，咩《Kill of the Flower Moon》喎，你諗緊梗係哇嗰啲連環謀殺案，片啊、跟住懸疑片嗰啲偵探片，你入到去又估啊，估下邊個係殺手啊？呢、這個又唔係嗰個中嘅，嗰、那個唔係又奸嘅，完全唔係。佢好早已經俾你知道邊個係殺手噶啦，好早已經俾你知道發生緊咩事，但係你唔會悶，係，但係你喺。
好顺序，条 timeline 顺序，唔系玩咩平行时空啊，唔系玩啲咩乜终极都空唔间系。啊，唔系玩嗰啲嘢，顺序咁样落嘅时候，而你喺度好 enjoy 呢套戏，唔觉得闷嘅，你知道晒所有剧情噶啦，差唔多你知道晒条路点去噶啦，但系唔觉得闷，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功架喺度啊，吓。所以我都话啦，我系冇瞓过觉，我有打喊落，我系好攰，但系我一路睇我系冇瞓到觉，吓同埋我冇带水入去，我仲攞咗杯汽水入去，我有饮汽水，因为口干。我冇啊，我连水我都冇带入去啊，所以我连厕所我都冇去咯，吓。但系我睇翻 Vicky 咧，佢嗰度写咧，阿罗伯特有个角色咧，佢系主谋之一啫，即系仲有其他人，但系佢就冇太多分支再讲其他嘢。佢主要就系讲话佢嗰个嗰个计谋。我想讲话，而家已经三个半钟啦，再讲啲分支真系七个钟。系咩？直情系电视剧嚟噶啦，电视剧嚟噶啦。咁即系佢就聚焦咗喺即系阿李安纳度呢两叔侄啦，两叔侄同埋。佢阿李安纳度个老婆身上，咁呢套电影系真系，系好睇嘅，我都估唔到系咁好睇，我认同好睇，所以喺冚城啊嗰个影展嗰度咧，拍着起身拍咗9分钟，好长。康城系咪康城？你法国康城啊？你讲法国康城咁犀利啊？应该系康城啊。佢9分钟系好夸张噶，即系对呢套电影嘅肯定，对导演嗰个肯定啊。嗱，我就好 appreciate 呢套开呢套戏个诚意啊。其实因为真系好少讲呢、這个攞呢个红番印第安人嚟，即系呢一种咁嘅背景嚟做一套咁即系讲一个美国黑历史嘅。一个历史嘅记载啦，电影啦，咁样吓，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咧，或者系吓，佢亦都遇到好多波折嘅，好似话套电影由2016年已经想开始筹备嘅，同埋今次一开头咧，Apple Plus 佢嗰个投资应该系佢最大，然之后就派拉蒙系佢哋两个合资拍嘅。这个要讲一讲啊！嗱，苹果电脑今年就投资两套大片啊，一个呢个《花月杀手》，另一个就感恩节上嘅《拿破仑》啊，呢套都系大片嚟噶，好大噶，好大啊！呢、这个小丑影帝啊，《Walking 好 Phoenix》期待啊，好期好待期啊，待！史诗级大片啊！嗱，有啲花絮讲讲嘅，想插一插先。李安纳度咧，本来咧唔系做呢个角色嘅，话俾你听。本来佢系做 FBI 探员噶，佢系做Jesse Plemons 嗰个角色嘅。咦，咁有啲嘥料喎，有啲嘥料喎。即系可能本来古仔唔系咁，可能本来个古仔系着重 FBI 嘅。我觉得啊，佢后屘改咗嘅，即系李安纳度其实而家反而系仲好喎，因为如果你好，梗系啦。而家你咁样样系更加细致地描述，佢两叔侄嗰个关系，同埋佢哋嗰个计划，即系点，即系嗰啲做嗰啲衰嘢，系更加细致地去咩？FBI 嗰度其实，佢系嗰个探员嗰个角色就好易演嘅啫，因为一定系正派啊嘛，其实成套戏都冇乜打，冇乜成。真系好鬼文抢戏，文抢戏，文抢戏，文抢戏多得多得犀利吓。咁FBI 嗰度虽然说嗱，所以点解套电影嗰度咧系拆咗美国连续谋杀案与 FBI 崛起，佢拆咗佢嘅，佢得翻花月杀手啫嘛。系啊，所以嗰个重点就放喺花月杀手度，就唔系喺 FBI 身上。系啦，FBI、所以佢就其实改咗个古仔，系啦，系啦，即系 FBI 唔系改咗，即系攞个重点，攞咗第二个重点，系啦。FBI 紧要，但系唔系最重要嗰样嘢。佢想表达就系呢班
就是陰干人陰干呢班印第安人，係啦，嚇整個部族滅族啊，嚇，即係嗰個二次傷害，因為第一次傷害係係已經侵佔咗佢哋啦，俾人侵佔啦，侵佔啦，人哋土族殺咗佢哋啊嘛，佢哋死剩種嚟噶嘛，而家有笪地嚇，生活好啲，好過以前。嗰笪地仲係佢哋自己買翻嘅喎，買翻嚟㗎，係啊。啊！佢哋自己買翻嘅喎，佢仲要同佢政府講到明，只不過好彩有油啫喎，買到嚇。唔係啊，佢同政府講到明啊，喺笪地掘到所有嘅嘢，咩礦石啊，都歸佢哋所有啊嘛。你知喺美國，如果你間屋有石油、有鑽石、有稀有礦物，誒，我哋嗰啲美國政府係充公㗎，嚇地契寫明㗎，地底嗰啲人唔係你㗎嘛，嚇嚇係美國政府㗎，所以。点解你而家有呢条例喺里头啊？啊，好明显就系因为以前冇写明啊嘛，可能系，可能系，真系冇写明啊嘛。咁所以而家系唔系都要写呢个落去？地下所有嘢归美国政府拥有。我哋啲屋契，我哋美国嗰啲屋契啊，全部都写明啊，地底啲嘢唔系你噶吓。咁你明白啦，啊、即系佢哋系真系即系。即係好彩有咁嘅機遇，但係呢個好彩呢個祝福變成咒助咯，令到佢哋嘅族人死咗咁多人咯，啊！所以你頭先講話百幾人咧，相信應該套戲 mention 誇張百幾人啊，係啊，都冇誇張噶咯，冇報細數啦嚇。我睇另外一個報道就係話現實就其實大概應該係60人到嘅。嗯，即系有啲夸大，有可能系乜都入晒佢数啊，嗰啲咁啊，有啲可能真系自杀或者真系意外咁样，咁你系噶啦，入晒。有啲系病死啊，咁啊，咁啊，呢个系几特别嘅电影嚟，值得推荐啦、啊。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值得推荐。唔系喺电视啊，唔系睇手机啊。嗯，呢套系要睇，戏院度睇，我就睇 IMAX 嘅。你睇 IMAX 定睇杜比啊？我睇普通嘅，我睇普通，因为我就就时因为 IMAX 嗰个时间就太夜啊。系，我嗰日咧，我就我计我计计下，哇，睇完咪成凌晨一点，大佬唔好搞啊！我因为你都知道，你都知呢排嗰啲戏院噶啦吓，讲一讲同香港朋友。我哋啲戏院嗰啲 IMAX 啊、杜比嗰啲都比啊 Taylor Swift 嗰个演唱会霸鬼晒啦，霸晒、普通嗰啲正常嗰啲电影咧，而家得翻一两场咁样可以攞到 IMAX 嘅啫，其实唔系呢，唔系因为佢呢个演唱会一票难求，第二加上电影公司冇咩戏，你睇见而家戏院好多都翻炒翻啲旧片。五蚊鸡系啊，你冇戏上啊嘛。咁同埋我听我嗰次咪 forward 俾你嘅，话系 Taylor Swift 个阿爸阿妈咧，直接同 AMC 倾啊嘛。系啊，唔经电影公司啊嘛，唔经发行商啊嘛。食小浸，食小浸直接上啊嘛，所以搞到啲电影发行商好唔高兴啊嘛。嗯，你讲起武器上啊，今日啱啱收到个消息 ，Mission Impossible 第八集要褪多一年啊，就因为先前罢工嗰度咧，就搞到出年上唔到啦，啊，要褪一年，兼隔唔用 Part Two 呢个名啦吓、啊，因为 Part One 衰咗吓，直头改个名，换个品牌 rebranding 啊，咁样嘅，咁啊睇下点啦。唉，大家知道咩回事啦，佢都要执过噶啦。啊！即系你最大镬嘅嘢咧，莫过于咧，你开咗个头，而个头系收唔到，跟住你又收唔到尾。其实尤其是你呢个已经系拍咗，系咪先？你叫 part one。其实美国好多荷里活好多戏都系烂尾噶。即系举个例，以前啊，边个嗰套 Airbender 系咪 Airbender？ 本来咪拍三部曲，结果拍一部。跟住冇结局咁啊，收咗档嘅，咁啊好多戏都系咁噶吓。你香港以前有套叫《冰封侠》咧，系谂住拍唔知几部曲噶嘛，咩第一集已经衰咗啦，咁样点搞耐？系咪啊？冇错冇错，系啦。咁仲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呢套嗱剧情片对剧情片咧，马田史高西斯呢一部《花月杀手》同阿 Christopher Nolan《原子弹之父》两套，哈哈，你中意边套多啲？哇！我未试，未谂，未谂过咁样比较法。同埋两个都系大导，即系两个都系一个知名嘅大导演。殿堂级吓、啊，你会如果你如果你真系要二拣一，你会拣边套啊？我拣花月杀手，你拣花月杀手，我拣花月杀手系啊。虽然两个都系真人真事啊，又吓咁样，因为点解咧？我觉得花月杀手嗰个意义重大啲啊，其实吓两、啊、个两个都拍得好好噶啦，其实就系、是、吓。啊唔系呢套系比较直接，唔会玩好多花神，同埋佢系好学院派，即系阿马丁斯科塞斯拍呢个系好传统地拍，同阿 Christopher Nolan 嗰种，即系由彩色由黑白由前又后又前又后，即系嗰种嘅跳法咧，到最后仲要讲下美国政府系衰人，都系嗰条套路，事实都系啊，事实都系啊。冇乜所谓，冇乜所谓嘅。你即系好老实，即系你睇到你嗰阵时会话，喂呢、這个原子弹之父到咗最后咪俾美国政府用完即弃咯？其实就系、是、算唔算？我觉得就其实唔系好算用完即弃，壮士断臂咯，断咗佢出嚟咯。我唔觉得，啊、我唔觉得系咯、啊。只不过系即系权力斗争，佢系牺牲品咁解咯。但系调翻去佢俾人告啊，系咪先？但系告唔入咯，俾人告告唔入啊。吓，同埋即系。即系花月杀手，我觉得系真系意义重大，对成个美国嗰个司法制度啊，嗰、那个执行啊，嗰个体系系个影响好大，个黑历史啊，吓、啊、呢、這个揭露一个黑历真系一个黑史历史啊，吓、啊，即系喺美国系喺美国咧，唔怕讲呢啲嘅，唔会收收埋埋，照讲嘅，即系等人去 remind 佢哋今时今日。系啊，我哋有嘅嘢，并唔系一朝一日建成嘅，其实系呢个经过健康好多嘅人，好多嘅牺牲，至有今时今日嘅司法制度。即系我哋从历史中学习啊嘛，系咪先？即系等于我先前睇几年前嗰套马丁路德金嗰套 Selma，我睇咗几次，嗰套嘢我睇咗几次。系啊，你今时今日我哋作为新移民拥有嘅民主自由，喂，其实背后六。唔系好耐之前啫，唔系讲紧好多人嘅牺牲，几百年之前啫，系讲紧六几年啫，系咪先？系啊，即系几廿年前啫，系好多人牺牲咗，喺背后默默地做咗烈士嘅吓，系啊，先有先我哋先有今时今日咁样嘅吓、吓嘅美所以国嘅一个制度唔系必然嘅，唔系必必然然吓、啊，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呢套《花月杀手》其实系比 Christopher Nolan 嗰套《原子弹之父》咧？系更即系我会选择呢一套咯，即系如果我都系我同你一样二选一，原子弹嘅发我真明系改会变拣世呢、這、界，亦都无可厚非吓。但系吓呢一套就直头系一个即系、就是、remind 我哋啦吓历史吓一个。从历史中学习啦，其实吓系咯。咁好啦，啊，咁呢个礼值得推拜介讲啊！住咁多先啦，值得推介，我都觉得值得推介。大家要入戏院睇吓咁样样吓，同埋仲可以同时又可以测下自己个肾咧吓。咁我证明我哋两个个肾都几健康啦，系咪先？验埋肾啦，吓睇戏验肾啊，几咁验下肾功能啊，咁样样。好好啦，咁啊讲咁多先，好，咁讲咁啊多，多谢大家收听收睇。OK，好，下个礼拜再同大下家次分见，享其他电好影。啦，拜拜，拜拜。拜拜，我又要揾翻个掣，先。